今天还出点太阳来了，扯几颗白菜，拿一些去喂兔子，再扯点蒜苗。这个兔妈妈要生宝宝了，我就把它隔到笼子里面来了。非常大的肚子，这狗在这里它不敢吃。走了，我们下去吧。走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妹，现在来做点吃的。洗点白菜、肉和辣椒，今天就来做个辣椒炒肉，再做个炝炒白菜。辣椒对半切开，肉切片，好了，肉炒熟放入姜蒜干辣椒，再来一勺豆瓣酱，把辣椒倒进来，好了，调味，放点酱油和蚝油。最后放蒜苗。出锅。两道美味的家常下饭菜就做好了，开吃了。辣椒炒肉是我几天不吃就想的一道菜。炝炒白菜也非常香。